韓國男星李敏浩日前到港獲過白粉絲接機，呢日佢出席活動，表示喺香港行程緊密，未有機會出外品嚐香港嘅地道美食，希望下次再嚟嗰陣，大家可以介紹佢有咩好嘢食啦。李敏浩大讚香港傳媒友善，粉絲熱情得嚟又夠斯文，仲表示香港嘅女仔好可愛添。喺記者會上，李敏浩用廣東話同大家打招呼，仲分享咗之前喺濟州島工作嘅感受。특별한에피소드라기보다는제가이제인스프리모델이되면서평생갈제주도를 굉장히자주가고있는것같고 네그리고곶자왈이라는곳이있었는데저는처음가봤어요제주도 네몇번가봤었는데곶자왈이라는곳이있는지잘몰랐었는데또이번에세계문화유산에또지정이됐다고하고그리고또거기서촬영을했었는데굉장히여러분들께추천해드리는만한네곳이었던것같아요对于自己的国家李敏浩当然非常爱护了不过这日传媒提问有关南北韩近日紧张局势李敏浩就未有回应了李敏浩出席完这个活动随即又转飞上海为自己的立像主持揭幕仪式来紧七月李敏浩就会在亚洲开巡回演唱会香港粉丝到时可能又有机会见偶像一面了